不，你就给我选这人能默契吗？还是一组，脱了也是这一组啊。先抽签决定答题顺序。第一轮听歌回答问题，音乐结束后听我的口令，三秒倒计时，这样必须同时作答。准备，请播放。谁能知道？哦，我知道。这你知道？我知道。眼保健操开始。啊，怎么跟我小时候听的不一样？猜的肯定不对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拉倒吧，你绝对中太阳，中太阳。哦，他要问什么穴位呢？第一节，请问眼保健操第三节的名称是？三、二、一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光眼操！这从哪儿喷出来的？不知道。还有惩罚呀。这样吧，我们请不同年代的成员来公布一下大家的答案啊。眼保健操有年代之分吗？有。你说第一节是这个，第二节是这个，第三节是这个，第四节是这个。第三节是这个，第四节是这个。哪有这个？这是什么？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有这个。没有。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么摁的，这个就这个有。我们第一节是这样的，大多数人的版本是揉四白穴。你看看，你这下就是这个。没有，有。是、哎、大哥，眼保健操整这来了。我离开学校太久了。请听音乐。二一，叔叔，叫什么？大爷，爸爸的大爷，大伯，大叔，伯伯，爸爸的哥哥叫伯伯，伯伯，这我有听过，我没有，行不行？来吧，上吧，哎呦，到咱俩了，有请下一组。完了，哎呀，你们遇到坎儿了，来，开始吧。嗯，要不喷不着你脸。不是，是你个儿太矮了。或者你把嘴张开，你脸长一点。这样呗，行不行？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吗？听音乐，猜歌名，请播放。哎呀妈呀！知道了啊。没有。哎呀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。种太阳，是不是？它完全不是一首歌。咋的了？是花仙子吧？花仙子，花仙子。不是啊！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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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仙子是个什么人？他种没种过太阳？他种的是花儿。没有太阳怎么种花？